小弟弟是个贼坯子，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，我当场就答应了他。哎呀，说，是谁让你来的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 老大，我要是说了实话，能放我一马吗？你要是说了实话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他是马志成的姘头，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，还说好事之后给他三百块大洋。好，好极了。 兄弟，是跟我说话吗？放开他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放开他！哎，嘿，兄弟，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，不是来找事儿的。 所以，我劝你莫管闲事，好好玩吧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来找事的，怎么样？那，就别怪我不客气啦。不客气。这话说的有点大。这样吧，既然你是开赌场的，敢不敢和我赌两把？ 就你，你也配？
既然这样，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。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十赌九诈。开赌场的不作弊，就赚不了大钱。这牌你们看到了吗？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。这张牌，草花九。好，这是草花九，真有记号啊。这张，红桃勾。这张，红桃四。真是红桃四。是啊，这记号。我来跳一张，你能说对吗？大家都看到了啊！看到了！这张是什么？你能说得出来吗？怎么样？说不上来了吧？这张牌是红桃五啊！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，没做记号，这是黑心的赌场，咱们以后不能来呀！就是，刚刚这人说别人做，可自己做的事呢？说什么？你他娘找死！相信吗？想治疾病，他就会出疾病。包子，是啊，至尊宝。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住？
厉害啊！老大，老大，别打了！再来呀！别打了！老大，现在想起求饶来啊？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来呀！我就站在这儿。本来你有机会的，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。看看你这副德行！想什么？想打熊猫是吗？老大，老大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你说什么？让我放过你？别打了，老大，我凭什么放过你？老大，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要什么都行啊！刚刚这小蓝藏狠了，现在就怂了。啥？这些人啊，就是欺软怕硬，可不是吗？诸位，我和这个兄弟要谈点正事儿。今天营业就到这儿，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。小锦弟，去关上大门。一炉香烟往上升，三老四少坐堂中，弟子上香把祖请，迎来祖师潘乾翁，二炉香烟举在空，三老四少喜盈盈，师长迎来上面坐，弟子上香把礼行。请问大哥，您的贵帮号？本帮号人设星五六。请问老大，排行第几啊？头顶通字，脚踏绝字，怀抱物字。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。贵师尊信了。子不言父名，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零。那大哥贵姓啊？在家姓燕，出门姓潘。哎，物资本大哥在上，请受晚辈一拜。好了，你排行第几呀？小弟头顶绝字，脚踏万字，怀抱青字。哦，原来你是青字本，你老头子是谁？是绝字本的任逍遥。任逍遥？没听说过。是这样，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。哦，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？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，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，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。从此以后，姓马的不可一世，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，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。他的靠山是谁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你继续说吧。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，被小弟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。他姓马的势力大，小弟惹不起，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。这不，今天你也都看见了。是这样。小金弟啊，说吧，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要还替他瞒着，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。哎，我说，刚刚那个男的，他是我师父曾阿四，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，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。哎，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。你上当了，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父，他才是挑头。便宜那个王八蛋！
马志成欺负你们，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了？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，共产党禁止赌博，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，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，有今儿没明儿，谁还敢惹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他马志成家大业大，我们打又打不过，不然怎么办呀？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，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。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，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。便报上说的那位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青帮物资本大哥，是他呀，真的是他，难怪这么厉害，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。对，报上说那位物资本大哥叫燕双鹰。对，不错，我就是燕双鹰。大哥，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，这放着大佬在眼前，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？对，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，哎，收了这间赌场。哎，打今天起，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，哎，拜您做老头子，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。是，大哥，跟了您了。你们都有师傅，怎么能再进门槛？哎呀，不瞒您说，我师父他老人家早就没了，我们也想，哎，早点拜个好老头子，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。对，是。这样吧，拜老头子就不必了。九头啊，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，这间赌场呢，还是由你来管。这大哥，什么这那，既然要跟着我，就得听我的。哎，好，大哥，拜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。好，他叫齐彪。大哥，你可真厉害，啥时候教教我？好，谢谢大哥。自己跟大哥说。大哥，我叫魏守强。大哥，我叫涂阿明。大哥，我叫虎根。大哥，我叫毛五角。大哥，我叫阿亮。我叫阿发。好，弟兄们，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，尊我一声大哥。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，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。谁要敢惹我，我就要他好看。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，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，就得混出点名堂，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。好！弟兄们，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。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。好了，弟兄们，今儿个割了曾阿四的耳朵，扇了马志成的脸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。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。大哥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你让我
让我去哪儿啊？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。不要再做三只手了，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，之后嫁不出去。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，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。不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除了做贼，别的我什么都不会。这可不坏，那你的意思？我想跟着你。跟着我？你救了我的命，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要一辈子跟着你，伺候你。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，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。就是死了我也愿意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会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屋子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需要人伺候。赶紧走。快起来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。跟着我很危险，你会送命的。我不怕送命，我就是要跟着你。你先起来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是不起来。起来，听着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一直跪着。各位大爷大娘、叔叔大婶，他是我阿叔，他嫌我笨，嫌我穷，要把我卖给别人。真的是挺好，真挺好吧？你这个人你也太狠了吧！哎，他是你亲侄女呀、啊。你好卖给别人的，你要遭雷劈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遭雷劈的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呀，是解放了，不行买卖人口，就是呀，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。诸位，这孩子他不是我的。他怎么不认呢？赖什么呀？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呢，是不是？这种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，太狠心了。对呀，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哎，同志们。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，交给大军。哎，诸位，不要动粗，不要动粗啊！我带他回家，总行了吧？啊，抬不起。这样太重了，亲人都不要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他可不这么想，觉得自己可了不起。他
他很快就会明白了。你守着他，等到我去的后面去看。老大终于来了啊！对不起，杜总，小弟来晚了。不晚，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。杜总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？我永远是您的小弟。不敢，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。不敢不敢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，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。实在是有事耽搁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。这是上好的缅叶，美国人加工的，很难弄到。不错。行啊，小马子，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，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，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。是小弟办事不周，杜总原谅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，笔挺的西装，锃亮的皮鞋，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。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，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世道变了，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。杜总，小弟知错了。千万不要张扬，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是，我懂了。怎么样，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？都叫来了。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，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，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。让他们打吧，越打银元价越高，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，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，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，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，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。对呀，只要银元还当家，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。
把这都收拾好了，我一会儿带走。哎，干嘛呢？刚印出来，总共是1亿。哦，哎呦，印刷的真精良，可以问真。社长，要尽快找到买家，1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。您放心吧。好了，我就走了。谁说不是啊？哎，橘子呢？在舞女房呢。堂堂的舞厅大班，不带着舞女迎客，我在舞女房做什么？橘子今天不太高兴。哦，为什么？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。有这种事？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打我的手下？您去看看吧。教训他，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，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，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。老大，你得给我们做主啊。是啊，老大。他来了，哪来的小混混，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？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，这是把您当软柿子，打你满意的脸。查清楚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走。哎哎哎！别生气了，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，我把他大卸八块，给你出气。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。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，那么大的势力，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，这不反天了吗？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，要是知道了，吓死他也不敢呢。你疼不疼我？当然疼。那你答应我，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，好好教训教训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这还差不多。吴思，慌慌张张的。对不起，大哥，又出什么事了？曾阿四回来了，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。什么？
人呢？就在门外。叫他进来。进。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活、踢场子，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，被他识破了。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？啊？啊什么？说了没有？哎呀，说了，可人家不买账，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？嗯，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，再敢找他的麻烦，他就什么？小子不敢说。说。他就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乘风